泰 Tubers Today， 我想介绍给大家一个很不错的鸳鸯，它吸引我的地方是它有两块的食物哦，跟我走吧。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Hi Tubers, so I bought a bowl to try and I like the soup, it's really good. 如果他们有加猪油炸下去的话会更好吃，虽然说我不吃猪肉，可是会比较香吧，我觉得。还有炸葱也可以放多一些，我觉得很加分的 一点是它的汤很浓很好喝，真的。它的汤是有放肉碎下去熬的，所以味道很甜很好喝，也不会说太咸，感觉上味精应该只是放一点点而已吧。That's my review for 红山的鸳鸯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stay tuned for more. Bye bye. 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补充一件事情，就它辣椒很香，虽然说我也不吃辣椒，可是它辣椒就是很香。